方糖店长上班哦。看到我都不会说欢迎光临。这边味道不好，味道不对。哦，你好，我们三加一位。你听着，我没有咖啡香。你们冷气可不可以开强一点啊？很热哎、欸。我常客，很常来，你不认识我吗？你们冷气是坏掉了吗？服务费，你们有什么服务吗？哎、欸，你们没有服务还要收服务费哦？哎、欸，你们拿铁一点咖啡味都没有。我生日哎、欸，我寿星还没有打折吗？你薯条才这样卖我200块，餐点那么难吃还拿出来卖，对不对啊？你是第一天上班吗？你们是不是料理包？是不是料理包？是不是料理包？你们工读生是都没有灵魂吗？这个水果不新鲜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换位置吗？叉子没洗干净，很脏。隔壁这个狗吓到我小孩了，怎么办？你们这地板好难走，踢踢跳跳，一定怪怪的。学校里面还有位置吗？没有。外面很热吗？外面有冷气吗？嘿，我是光堂，今天的工作是要来教大家怎么处理 OK。相信很多人从事服务业的时候都会遇到 OK。以下的方法，只要你学会并套用在各种情况，你也是处理 OK 的高手哦。案例一，鸟很吵。有位大叔进到我们店里之后，他一直觉得我们店里养的电鸟那只鹦鹉非常的吵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。于是他对他非常不悦，嘴里不停重复的跳针的说：“那鸟很吵。”我真的觉得摆明就是故意的。这边建议的处理方式是指桑骂槐。让他闭嘴、啊、坐这里好了、啊、你们的鸟很吵。你们想点什么？喝一杯冰拿铁。好的。还有你们鸟很吵。好的，不好意思。今天我不好意思要冰拿铁。谢谢哦，哎、欸，你们鸟真的很吵。你是说鸟吗？对啊。你们真的不要去吵好不好？一直吵，一直吵，客人就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你们可以闭嘴，安静一点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谢谢。案例二，问题很多，很常遇到一些客人就是，嫌东嫌西啊，问题一堆啊，然后怎么样都不满意啊。这边建议的处理方式是双管齐下，褒贬合一。哎、欸，先生，爸爸帮我拍个照。可以啊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来一、二、三，好。谢谢哦。不会。拍一下。好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你怎么把我拍那么胖？不会啦，胖归胖，但是人还是很漂亮啊。真的吗？哦，嘴巴这么甜哦，谢谢啦。案例三，贪小便宜，各种凹折扣啊，贪小便宜啊，今天我生日啊，我很常来啊，这种理由非常的多。为了就是那一点点的优惠，这边的建议处理方式是措手不及，尴尬万分。好，哎，今天我生日没有什么折扣吗？我们店没有生日优惠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小蛋糕啊，打个折嘛。哦，有啦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了，哦，还有，谢谢，英文的版本。哦、不用，我要台语。啊我要买单。好，先生，我常来，不是应该要打折吗？那我怎么没有看过你？有啊，你们那边 VIP 卡我都有哎、欸。那你今天有带吗？我今天就是太急着，突然要过来，所以没有带到、哦。你查一下、啊。不好意思、哦，我们店从来没有办过 VIP 卡、欸哦。是吗？有啦，你想想，有啊，真的，好啦，这次先这样啦，这次先这样。好啦，那我这次就不收你服务费哦，下次要记得带哦。好啦，谢谢。以上三种方式分享给各位，只要你学起来。好好吸收，融会贯通，再多 OK 都可以处之淡然。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然后一定要把这影片分享给你做服务业的朋友们。拜拜，欢迎光临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先看看吗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先生。哦，你们这个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来好了哈、哦。好，谢谢、啊。